大家好，我是阿泽。今集咧同大家讲嘅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单娱乐新闻啦。咁啊，关于呢一个歌神啊，张学友啊，话个朵好卵大啊，歌神。咁啊，话佢早前咧就喺呢一个香港回归25年咧，就接受咧呢一个央视嘅访问啦吓。嗱，咁佢喺呢一个片段里边咧就以广东话讲就话啦：大家好啊，我系张学友，就喺香港咧过去25年啊。经历过咧好多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啦，咁咧但系咧因为咧佢啊喺呢一个城市嗰度一齐长大嘅，咁啊喺呢度出世啦，咁咧就话咧喺呢度长大又出世咧，相信咧呢一个城市咧就希望咧呢一个城市咧变成一个咧比以前更加好嘅城市。点解佢咁奇怪嘅讲嘢吓？好似讲嚟讲去都讲唔捻顺咁嘅，不过是捻蛋啦吓，有时系咁噶啦吓。嗱咁咧希望咧呢个城市咧变成一个咧比以前更加好嘅城市。就是香港加油吓！嗱咁有人咧就话张学友啊，全程咧都冇提及过回归啦，亦都冇提及过祖国嘅，咁所以咧俾啲小粉红啦，俾啲内地嘅网民咧就屌鸠佢啦吓，引嚟争议啊！嗱咁最后咧片段咧仲系俾官方删除啊吓，好卵惨啊！俾人上纲上线啦，即系简单啲讲吓。嗱咁咧张学友咧就喺呢一个7月3日啊。就回应传媒就话啦，本人啊张学友啊，觉得咧自己系一个爱国家、爱香港嘅中国人啊。佢就话咧，作为艺人啊，唔涉及政治啊，系佢嘅基本原则。就话咧自己咧喺香港出世啦，喺香港长大啦，亦都希望咧喺香港嗰度系老死嘅。就正因为咧佢同香港嘅缘分咁深啊，就见证咗香港咧。最黄金、最辉煌嘅时刻，同而家嘅香港比咧，实在系强差人意吓。睇你点睇咯吓。咁啊，以前就沉醉喺一啲假嘅幻想入边，而家叫睇清楚啫吓。咁睇你点睇啦吓。嗱，咁特别咧就喺过去嘅几年里边啊，佢就话咧香港经历咗黑暴啦，接住就系疫情啦，同埋百业萧条啊吓，人心惶惶啊。咁人心惶惶都系真嘅吓。你谂下，连我送外卖嗰啲失业，你就知道到底系一个咩环境啦吓。咁就话啦，喂，香港咧而家需要努力加油嘅时候啊。嗱，呢段说话都合理嘅。而家香港都真系要加油啊吓，啲经济真系好差吓，做鸡啊都开唔到饭啊就嚟。咁啊，张学友就话啦，听过呢一个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咁但系咧香港加油咧，就因为咧一啲犯咗错嘅人用过啦吓。就话系黑色、黄色啊，就俾一啲别有用心犯咗罪嘅人咧，就系穿过，就变成咗咧爱国唔爱国嘅标准啊，成为咗禁语啦、禁色啦，就佢个人咧就无法理解嘅。阿张学友就话啦，为佢自己咧就系经过咧香港咧受国家高速发展而获益嘅其中一员啦吓。咁我觉得阿张学友应该搞清楚点解无啦啦系会高速发展啦吓。咁香港喺当中又付出咗几多啦，我觉得佢可以研究一下嘅吓。嗱，咁咧张学友再讲就话啦，喂，如果咧呢个世界真有奇迹咧，能够令到数以亿计嘅贫困人口啊脱贫啊步入小康嘅中国啊，就话系本世纪最大嘅奇迹啊，就话佢系以呢个身为中国人啊感到骄傲啦吓。咁佢又话咧，希望咧佢哋中国人咧系理性嘅，以理服人嘅，就话咧喺世界人面前咧展示中国人嘅风范吓，就话所谓啦，听其言，观其行。就话咧，佢系咪爱国爱港咧，自有公论。就话多谢大家咧，对于佢啊嘅言行啊嘅监督。就话咧，佢咧将会系身为中国人啊，喺大家监督之下咧，继续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系好歌手嘅。其实咧，一开头睇咧，你见佢好似系还拖咁啦，但其实咧，佢系跪捻紧嘅，系舐紧嘅喺度吓。喂，讲真啦，你呢啲咁嘅天王级，捞咗咁捻多年，搵埋咁捻多钱。又有咁高嘅成就啦吓，即系你个朵去到叫做歌神嘅大佬，即系仲要咁样跪低嘅，而家都俾啲小粉红咁样乱咁屌，屌完仲要跪，真系好捻肉酸咯、啊！讲真，喂，我唔知张学友有即系有冇仔女啊，有冇啲孙啊嗰啲啦，佢嘅年纪，即系如果佢啲仔女，哇，见到自己老豆屌你老母几廿岁人，成碌柒咁捻样俾啲蛮毛批斗完仲要戆捻鸠鸠走去澄清、啊，又会点样谂呢？做条片俾人下埋架喎，几捻肉酸啊！喂，讲真啊，稍微有啲血性啊，都转会拍台屌翻捻咗老母啦，使捻解释咁捻多咩？好捻穷咩你而家吓？
使乜咁捻紧呢碗饭啫？照下镜啦，搞捻到自己屌你老母臭閪卑躬屈膝咁样，你似乜捻嘅样啫？乜捻嘢歌神啫？屌你谂到成碌捻咁捻样，屌明明你根本就唔系嗰个意思嘅。其实好老实讲，我一个外人去睇。你讲香港加油，我真系唔觉得你系嗰啲乜嘢政治立场咯，系纯粹真系见到我而家有疫情啦，吓、啊、香港又个经济唔系咁好啦，哇，洗一身鼻涕先，好捻多鼻涕，好捻难搞，鼻敏感好捻严重，录咗几次都系咁，吓、啊、搞唔捻掂，录到一半流鼻水，所以都冇办法啦，录紧音都要照呻啊，好捻戇鳩。喂，讲真，阿张学友，大家系人都知道而家香港咩环境。系嘛？見到喂個經濟又咁差啦，好多人失業啦嚇。學你話齋，真係百業蕭條嘅。你嗰句香港加油真係冇問題，我覺得我完全感覺唔到有啲咩政治嘅味道嚇、啊。再加上你一往嚇喺、啊、國內嗰度工作，大家都知道你唔會話突然之間講啲咩政治嘢嘅嚇。好、啊、明顯就係隨口一句幫香港加下油咁樣嚇、啊。即係學你話齋，喂武漢可以加油，北京可以加油，上海可以加油，點解香港唔可以加油啊？係咪先？所以我觉得咧，嗰啲捻样根本系鸠屌嘅。而你俾呢啲捻样鸠屌完，屌你老母閪，条片又俾人下架，仲要依家咁样出嚟叫做撒冧啊，叫做解释啦吓。虽然你有还咗少少拖啦，但系就我觉得你呢个系奶嘅，系贵嘅，真系好捻肉酸，稍微有啲血腥啊！屌你老母唔捻食呢碗饭啦，拍拖屌班捻样老母啦，系嘛？真系我都唔捻明嘅，所以吓你咁捻大个人做乜捻嘢啫？而家似乜捻嘅样啫？吓，即系如果俾我咧呢碗饭，我就唔捻食啦。屌你搵捻够咯，屌你谂咯，日日屌鸠班捻样添啊，冚家铲你班捻样嚟啊嘛，嚟啊嘛你班捻样，咁捻样嘛应该做人。屌你谂咗几廿岁人，少少唔好话风骨啊，少少腰骨都冇啊。屌你老母，歌神冚捻啦佢啊！嗱咁今集咧讲到嚟呢度啦，即系见到呢啲咁嘅人，真系觉得哇好捻呕心吓，咁都冇乜特别。嗱咁照旧啦，如果中意我节目咧。咁可以订阅翻我哋嘅频道啦，咁我就系下次见啦，各位网友，拜拜。